在我们打印的稿袋里面哦，打猎是男生还是女生？男生，女生是不能去打猎，而且女生呢，她也不可以摸那个男生的那些工具，比如说，对，比如说猎刀啦，刺刀啦，或者什么，他们说摸的话，他们上山的时候就会找不到猎物，所以可是这个龙妹呢，她可能是一个非常活泼而且身体非常好的一个女生哈。他希望说他以后也可以去打猎。我们再听一次哦。阿弟萨古土耶姆萨克玛巴邦尼亚乌吉玛龙妹。好，他说龙妹说我也希望以后可以去打猎。老师，老师啊，你可以把那个影片的声音关掉，然后。你可以把你那个分享画面的声音关掉，不然会有回音。我真的要哭嘞。那老师又念的好了。阿弟萨古的后裔穆萨克马鲁巴宝念乌吉玛啊，罗木，罗木希望说他以后也希望去打猎。好，再来，亚布杜利亚有一天哦。马库杰巴胡啊，龙妹嘛，龙妹就问他的爸爸，好像他们有纹面呢，然后他们有纹面，他们要去打猎哦，来，格鲁古西木木萨马鲁马，爸爸，我跟你们一起去打猎好不好？不行。哦，他可以去啊，我想去啊，马克苏亚努里贵。老师有开麦克风吗？是我刚有开耶。对啊，他就会自己又关掉，是不是？好，我就从这里监视他。我从这里，难怪他们一直觉得听到声。我从这里监视，我监视我的麦克风。好，有看也听到了哈，可以哈。好，他说好，格曼格苏亚姆里贵，格苏亚姆里贵是哥哥哦，十岁姆里贵是弟弟，对不对？好，他是格苏亚姆里贵，就是他的哥哥。格曼格苏亚姆里贵嘛哈，老师可以拿的，你跑得很快吗？跳得高吗？格拉胡的木薯饼。他说你的力气很大吗？我给不都不出兵啊，你可以跳很高吗？哇，这些都要很厉害才可以去打猎吗？是的，后夜姑妈就不说一样。他说你是不可能去打猎的啦，因为什么？他觉得他跑不快，然后呢跳不高，然后呢力气又不大，所以他说你不行去哇。因为他的哥哥老师的怎么样？老师，我们家停电了，我姐姐叫我关镜头。关镜头，你姐姐关镜头没关系啊。我姐姐叫我。好，那就关镜头啊，你在就好。好。好。哎呀，他真的非常的不高兴呢，因为他是多么的想去哦。你看一下他的表情，有没有生气的表情？有哈，哇，好可怜，他多想去呀、好，呀，对，无一路暗龙妹，龙妹就心情就很不好喽。你看这些去的人都是男生还是女生？男生的，对。这些去的时候是男生哦，来，你尼格黑拉和尼纳胡里亚，他跑不快，伊尼格拉和我的木鸟，他的力气也不大，伊尼瓜格斗斗布特鸟不行，他也
跳不高，哇，他当然比不过啊，他当然比不过他的谁，他的哥哥，因为他哥哥比较高、比较大、比较壮，所以呢，他就是没办法比得过他的谁，哥哥，所以他非常的难过，心情就很不好哦，就非常的难过哦，哦，雅各夫因鲁难鲁木，鲁木就心情就非常的不好，哦，好，那我们看看。好，阿那个，你看看，好，阿那个，可是呢，伊呢个夫道因鲁难夫，鲁木鲁木呢，他没有放弃哦，他就开始怎么样啊？伊呢打兵不可瓦，如不可瓦罗西，哇，他就不断的学习，因为我们刚才说他跑不快，对不对？他是不是在练跑步？哦，他跳不高，对不对？他是不是在练跳高？然后他又怎么样？他又什么？力量又不大，哇，这些都要练呢。好，我来念他的字哈，哈啊，那个伊尼个虎道伊鲁难夫鲁木伊，伊尼达兵巴克瓦鲁马克瓦鲁西，ลุงบาลัยวันมหิลาวมังกรีนาโอเฮียวาเรียกมันสโตปุตยะโอเฮียเฮ้ยว่า他真的哎跑比较快咯而且跳比较高咯哦他有一点信心咯哦还有什么还缺一个什么他跳有跳高了然后呢有跑有比较快对还缺一个力气我们看看他力气要怎么练呢、啊？哦，好，后来呢？我们看看。好，格曼龙威嘛哈，龙威又说：“哎呀，天哪，我可是难了，我跑很快了呢。啊，我别不多不少，哦，我也跳很高了呢。啊，马萨古姆吃了亏，他说我也会射箭呢、哦。”后牙骨那个路是木木塞马路的，他说：“你看哦，他第一个跑很快，哦，还拉骨个人呐，跑很快咯。然后呢，我脚骨都不……哎，他说我也跑，跳很高咯。哦，然后呢，我现在也会射箭咯。哦，他说这样的话，我应该可以跟你们一起去打猎了呢。你觉得这样可以了吗？不行，不行哦。”啊，这样还不行哦？为什么不行？因为女生不能打猎，只能在那个工作。哦，好吧，那我们看看哦。啊，好，好，再来。他可能自己看。好了。哦。好，什么骨骼素养嘛？你会嘛？哈，哎，男，那他的哥哥就讲喽。啊，你要到后夜个马路不跟内定黑呀？最大的问题，他是个内定呢。啊，最大的问题就是个内定不能打猎呢。啊，好，所以呢，这是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你可以跑很快、跳很高、又会射箭，你就可以去。最大的问题是女生是不可以什么？过马路，对，不能过马路，因为它是给内定，对不对？哦，它是给内定。好啦，看他怎么想什么办法了。好，哇，他又怎么了？他心情非常的难过呢。哎呀，该不是两年龙尾？啊，第一是毛呀，木啥马路呀，把马路过一呀。他就非常的难过，因为他很努力的练习跑步，很努力的练习跳高，然后呢，很努力的练习射箭，居然不能去耶！哇，他是不是非常难过？应该很失望，对不对？啊，如果是说你很想做一件事情，你努力了很久，然后呢，还是不能做，是不是会很难过？哦，不会啊。哦，好吧，
啊，他说他真的想去哦。啊啊，咪咪，啊，我们来看看呢、哦。咪咪巴来巴克纳罗姆耍，咪咪他胡亚克马鲁库克内林的。他说他真的很不知道呢，很不明白，很不了解，为什么打雁就不能，为什么女生就不能打猎呢？我明明已经很厉害了，哇，他还有带喇叭呢，还有小喇叭，你看，哦，有猎刀呢，哦，只可惜他是女生，对不对？哦，他还有自己的弓箭哦，哦，他说，哎，我真的搞不清楚，为什么女生就是不可以打猎？哦，好。好，后来呢？好嘞。他的孩子要去跟他家的小姑妈。哎，好到这个小姑姑的乌肉那不肉，啊，不肉是猪的，对，乌肉是小猪的意思啊，乳猪啊。结果有一只小山猪呢，掉到水里面去了。哇，小山猪应该还不会游泳哦。哦，哇，我看看他怎么处理。啊, 啊，他说有一只哈，马吉古多乌鱼不肉啊，完你就哈，然后到掉到水里面去了。啊，哦呗，等一下哦，我看看哦。他说哦呗，嗯，哦轮不下古乌鱼不肉，哇，这个水还蛮湍急的哈，那水很。老师，你用嘴巴开口中。好，他就很奇怪啊，我这个他会自己。好，他说这个小山猪就差一点被冲走了。好，我呗，我论不下，我就不叫。哦，这个我就不叫，就差一点就被那个什么水冲走了。他不会被冲。好，然后呢？好，我们看看，哎，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哦。好，我孤独如孤独是的，可以老是不容易，他就一直射箭射箭哦。好，母令孤独如孤独恶心老是不容易。好，他又丢了绳子，哦，他又丢了绳子又射了箭，哦，他是想救他是不是？很像啊，哦，好，我们看看。结果哇，很厉害呢，他把它网住了呢。哇，你看小山猪被他网住了。哦，好，好，我们玩什么好呀？哎，那个山猪妈妈就跟那个谁。罗木说谢谢了，因为他救了他的小山猪，对不对？啊，什么罗木嘛哈，一粒一粒嘛哈啦，不用客气啦，这样子。哦，好，我们再看看。好，拉巴来，好，再来，拉巴来木是个对乌罗木。马鲁乌尤不是努乌尤，他很会射箭，然后呢，他也很爱护动物哦。啊，每样把你引入门呐，这个马鲁，啊，其实哦，啊，其实猎人的心就应该要这样。啊，好了，好，伊尼金布拉，那这个马鲁马毛也不容易。相信呢，他们相信以后他会是一个很好的猎人。哦，虽然他还不能去打猎，哦，他们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呢，他会是一个很好的猎人。好，哦，这个就是很厉害的神射手。好，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哦。我们以前打猎呢，女生是不能打猎，哦，女生要做自己。哦，女生呢，她要那个在家里织布，哦，一样的哦，男生也是不可以织布，
啊，可是现在的社会已经变了，我们学校是不是有射箭队？女生也可以射箭哦，那有的人呢，有的男生现在也学织布，因为如果你再不学的话，我们的文化就会什么，就会没有了，就会忘光光了，因为现在已经织布已经很少了，所以要尽量的学，要尽量的学了，好，我们来听他的那个。他这个画得很好哦，好，他这个没有那个。Ya vali lomui vaqbalai muqsilaqi Aqiqiyan ya vaqmo tukkuji ma lomui Aqi saku tuhuyai musa kemalu babaunya uji ma lomui Lao shi啊，怎么样？谁在有问题？是谁？下面有人。啊。早上也有这种。Makot ya baku lomui maha Awa Lalu ku simu musa maluk ma Kemang kesuyan melikui maha Hilau su makzinah pi Kerahuk renguk su pi Wagyak po toput supi, iyat su tahuyay pamaluk isu hiya. Yakeh po ilungan lomui, ini kahilo makazinah po hiya. Ini kerahuk rengu po hiya.Ini wajak toputnya uzi. Anaga, ini kehutau ilungan aku lomui. Ini taving bapabak ru makabak lozi. Kelung balai wan mahila makazinahku iya.Wagyak mestoput o hiya. Keman lomoy maha. Helau ku makazinah la. Wagyak ku toput la. Baksaku mukselaki. Tahuyay ku magandu simu musa.Kemaluk pi Semyok ku kesuyan melikui maha Iyat tahuyai kemaluk ku kenerin iya Ya peh keseliaknya lomui.Aki semoya Musa mengelu yawa kemaluk ku hiya. Ini balai wakina lomui. Soak ini dahuyai kemaluk ku keneringa.
Hu tao zip a sha ho, ho to hu yuk na va sha. Ove horun a sha ho, hu yuk va sha. Mo ho to ro, ho to salate lo zi ho, lo mui.Mô linh ô tốc rô ô tốc gà xin lô dì hô lô mùi. Mahawai so maha yaya na uyuk vajok sako lo mui. Semyuk lo mui maha ini ini bahala. Bak palai muk selakai mo lo mui. Ramaluk uyuk pasinu uzi.Mayang pani inlungan na papakalok. Aw ini kinbalak ni papakalok babaw niya o lomoy. Ha? Ha, 就是不放弃哦。他希望他将来搞不好他以后就会成为很好的猎人。好，一样啊，如果是说你做某些事情你都不放弃的话，我相信你应该会达到你的目的。啊、哦，会达到你的目的，啊、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绘本故事，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最棒的神社，啊、哦，我看过，看过哈、哦，好，啊，好，我们以前就是打猎，女生就是不能去打猎，啊、哦，男，哦，现在哦，那女生也不想去打猎，啊、哦。对，现在没有地方可以打猎。那只有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啊。他上一次有说他爸爸打猎，然后打到是哦，子庸啊。还有臭子庸。子庸，你有去打猎吗？他爸，可以不要就是。我有去打猎过。好，你去哪里打猎？跟谁去？我有去台北打过猎。台北啊，去到台北应该是平林那边哦。哦，那像新北市，台北市没有可以打猎。来，那跟谁去？你跟谁去？只要还有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哦，是哦，好来，你们有在那边睡觉吗？你们是白天还是晚上去？我们都是晚上。对，啊、哦，大部分打猎都是晚上。好，然后呢？你可以分享一下你那次跟爸爸妈妈他们去打猎的情况。你有害怕吗？还是很兴奋？很兴奋啊！上次妈妈。有看到一头山猪，但是爸爸太晚打了，所以那个就没打中了。哦，没打中哦。好，那上次就没打中吗？有没有打到猎物？有，我也有，我也有，我打中十个。等一下，那个谁答案我还没有问你。先把那个子庸的分享完，你们有打到什么？是你们有换礼物。我们有打到山枪，或者是果子狸，还有臭鼬，或者是那个山猪啊，或者是飞鼠。哦，飞鼠底层中国。那你告诉我的是飞鼠，还有贪婪的。好来，那个谁，只用飞鼠怎么讲？只知道飞鼠怎么讲？亚贝。
牙币，那三枪呢？三枪，三枪拔蜡，拔蜡对，哦，雅娜说拔蜡，对，拔蜡嘞，像那个什么做那种的。还有蓝普蓝普蓝普，那么底部，啊，那还有，老师不让你讲话，刚才已经按了板，好吧。啊，还有比较可能很，啊，这样子，啊，啊，比较可能很，啊，所以那个什么，你们可能，啊，对啊，啊，那谁来达娜换你分享来，你一直要讲话，一直要讲话来，你有去打猎吗？韩娜，啊，你有去打猎吗？不是韩娜，是那个谁？我在有一天的假日晚上，我爸爸载我回去我家里，然后呢听到打猎的枪声。哦，真的？哇，还听得到？还听得到哦？你那是回哪边的山上啊？我记得好像是在那个下坡的地方。下坡。很多地方是下坡呢，哪个地方的下坡？哦，去吊桥那一个地方啊。最多是人就会拿打猎吊桥，吊桥西口那边啊、哦。对啊。哦，好，有啊、哦，那边有人在打。他们好像是我舅舅，他们那边会打那个崖壁，哦，那边会打崖壁，会打飞鼠。哦，好，那个谁，一平来。你一直很想分享啊，换你，快点啦，换你分享了。他说的好像是我舅舅。你怎么知道是你舅舅？好了，玉萍，你有去吗？你有去过吗？有去过山上吗？有，有啊、哦。嗯，你有去？嗯，去打猎。不是那个山上吗？是外婆家的。哦，好，好来，那晚你要分享什么？你要去山上。好来，那个，一平，你要把你的麦克风关掉。作件给你。哦，好，啊，那诺玛说他打工有做那个剑给他，哦，好，哦，那是什么？好，啊，老师，我只剩下3%了，只剩下3%哦，你先充电好不好？你是不是还有一天了？好，你先，哦，你从刚才都已经没有电了。是哦，那你们有吃过雅蛋吗？雅蛋没有。等我放工上，刚刚现在，对呀、啊。好了，雅蛋。啊，雅蛋。啥？好嘞，你有吃过什么？你有吃过什么猎物？猪。猪，那杀猪啊，不是那个我们这样用这边杀的那种猪就不算哦。杀猪吗？野猪啊？没有啊。你在干嘛？你在吃饭哦。上课还偷吃东西，啊那個、老师不是说不能吃？早上还吃面。早餐本身就吃面了。
你的关键什么？一瓶你的正啊，好来，好的，明明来，那你分享一下，你有吃过什么猎物？我没，我只吃过猪脚，只是不是那个的，山猪的。哦，那就是你吃的是一般的，所以没有。哦，啊，你有吃过人皮？亚碧有没有吃过？啊？亚碧有没有吃过？没有哦。哦，好，芭乐也没有。没有。没有。好，来换亚娜，来亚娜，你吃过什么？亚娜应该吃很多。芭乐亚碧。哦，芭乐亚碧。嗯。山猪有没有吃？有。好，不就困了很。鱼，鱼哦，福利宝赖哦，那山上的青蛙，青蛙，有哦，好，你们还没。蜗牛哦，好厉害。我吃过蜗牛。好，然后呢？很好吃，不过我很难。哦，这样艾美族啊，他们很厉害哦，他们那个水里面的，他们都。你是在说我吗？我是艾美族的呢，老师。瓜牛很好吃，加啦。瓜牛好吃，好了，雨前看你了，你分享了，看你吃过什么猎物。我吃过山猪、芭乐、松鼠跟那个鸭背，还有松鼠啊，松鼠啊，哦，松鼠还有哇，还有蝌蚪。还有什么？吃蝌蚪？真的，我吃过。吃过蝌蚪。蝌蚪。吃过蝌蚪，真的吃啊。蝌蚪。吃过蝌蚪。蝌蚪怎么吃？蝌蚪要煮吗？要挖出来，我们煮汤来吃。煮汤，你确定是蝌蚪吗？你是吃青蛙？太厉害了吧！哦，好，你第一个是听过，我听过吃蝌蚪的。好，那还有谁？还有谁要分享有吃过什么？我很小的时候有吃过那个飞鼠。很硬，咬不动。好，那我吃过山猪肉，哦，那还好。那现在，还好。那现在就没有吃了。哦，好，因为那个，我也吃过现在，但是头发出来比较不好。小时候我爸妈骗我那个鸡肉，对对对，没有。好。哦，青蛙，那个青蛙，他们说那个对皮肤很好，所以嗯，假青蛙啊，好好，下课了啊，好，拜拜。